李双爷这么紧就回来了，三方三中的结果如何？十分顺利。对了，我有事情要跟爹先报告，也在加分练剑吗？无，总主去后山拔草，因此得休了。唔对啊，用这个时间，伊唔是拢在加分剑法？是因为。伊就是传说中的天启刀，是。安怎讲呢？感觉敢若减少了一点啊，什么？庄主将教导结婚的忠策教伊，结果伊竟然在困，太乎接受，目中无人，根本就是剑宗奇体。嗯？你无这样认为吗？头一回看你这么生气，莫非你曾对天启刀有过期望？我本也以为伊是像精灵君一样严肃有礼，莫怪你如此生气，是讲也是无前辈消息吗？先前我主动请缨镇守桃园渡口，一旦期盼找到伊，但除了回禀讲过伊暂出现在中原之外，一点么消息也无。唉，如果有精灵君在，剑宗何须这般无礼之徒？你就别再想起了，也许等回禀哥哥好了，会有其他的线索。而且此人看起来虽然散漫，说不定他真正有本事。没错，他剑法确实高超，胜我数倍。哈，他真正有这么厉害哦？天外有天，就算我再可怜多年，也对不上他。这一点，何从剑为绝不否认。回言家家，丁龙来了啊！结婚，这个人有对你怎样吗？无，师父叫我在第十片秋秀落下之前，创出五十招剑招。这所有可能，根本何来？既然爹亲将阿魂交给伊，就相信伊吧。出了什么事吗？我第一次看到剑位对别人这样。你没感觉这样的剑位更有人情味吗？第一天气多个人嘛，总是有一点个性。对了，阿魂啊，你听我讲，这次啊，我去道上。这寒雾有魂有雾，趣味趣味。如果能见上一面就好了，等到天元轮回，恁就会当见面了啦。算算时间，爹亲嘛应该无用完了。阿魂啊，你自己爱加油哦。好。这寒雾，等到天元轮回，咱就能见面，但那时。咱只能是对手，那就去见呀。师父，你若真想见，就提早去催。可是我不能出去，无情出轨，又怎会抵消结果？罢了，你那五十招好了，是，我这就演练一遍。用，现在我要你将那五十招筛选你认为真正有效的招式。我明白了。再困一个好了。